将近10年前啊，他们去干皮渣，你就把干圆圆买个皮渣。对呀、啊，公妹赶紧干那啥，他温柔啊那啥么呐？有当年没干去吃皮渣么？我把干二十年前吃，你记起就把干他们买个皮渣，然后干甜的吃。哎，你把今下个皮渣做的很软了哦，不干圆了不？So yeah.